欢迎各位回到我们 SoSense TWS 电台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 reaction 好久没有做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真的是国内大家团体出动的作品非常少见。不过呢，这个 CIC 啊，时隔2017年到现在几年了？哇哦，六年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没有人数这么庞大过，阵容也没有这个迭代过。对，这一次我们就专门给各位来去 reaction 一下，来自于 CSC 这支2023年的 Cypher。究竟啊？你叫什么？我六年没见了，我六年没见了，什么？主打一个期待，对，主打一个期待。我们来感受一下 CSC 2023年是什么样的 flavor。嗯，请大家把"期待"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Let's go, let's go。啊，这个龙呢？那个龙呢？那个龙去哪里了 ？OK， Part One。哦哟，梁教授的剧。Some boys， 你们喜欢在玻璃兜，红着眼睛盯着 Kill。啊，用的 RoboCam， 用机器人啊。过瘾喽！就算我们退休，你们没有能力做领袖，即使灭族的全部都脱起走，胳膊都向外的回去发抄100遍的三字经，三本音乐教你做人，就像观世音。嗯 ，CSC， 观世音，教你做人，像观世音。帮你们打个天梯。哈，千里孤和白眼狼，我色。搞不定我 ，my friend， 就是 limo， my game， 新的 zero， 阿 C。这不是上次盛宇说那推荐的哥们吗 ？Langus。哟。从外地西边变成个本地马哥，再一次整个 CG 全部坐缆车，我说的原点属于整个湖南的 Finally 分别一波带走掉去海路，到底已经不看白怕都能天下神教擦了，等发生起落也不擦了，我不走过你这不叫叫喊你激动二十里的欧婆婆，你是等过去了对吧，姑娘要了这等你躲在这胡闹闹，用喷气臭就连着你高手，你是错了叫叫你写你呗。他们中间过度用的这种人声的这种感觉，采样吧，采了个经典老歌吧，纯 CIC 的城市风格，是吧？哎，这个是 Fuck the club, fuck the club, fuck the club, fuck the club。哎，这个有意思，我操！哎，一还是兄弟子。哎，你们绝对不会提三幺，一人让我们变成了集体早起灾。零七三幺，哎，小车兵 ，Let's go。所有的金色表，听我白是真正屌。奋斗我多起跑，请我自己做什么卷包？因为烟火枪花特别的硬气，七分的力气摆三分的敬意。同一个频道的兄弟我敬你，下头的枪击，我被听起。你唱的是新的，当地辣椒吃完牛肉粉，给你们听的 ，Give me the finger。突然去的不脑内穿，你们看得清的，别伤心了 ，Chris 再都挂这段他也得清了 ，Brother。他说 ，Chris 吗？啊，乌 Q， 他们又来的来的了，你给我看烟火槟榔不得急，快压散哒哒哒哒了，我们要被兴旺过得急，压不远青光不得急，年少有轻狂，哎呦嘞，他个拖在不知该毕业，我看到我们在鼓励，就觉得是我们不争的鼓励，一些街上这条被你洗别开屁股表，我是看到他落的是初级，那肩负血负血海水心的世界需要佛子，等不等就没门没派，先不要粉再走走佛子。果然西澳一带整个第二趴的部分里边 man 他把很多幕后的哥们都带出来放了。Part three 啊，分了在一首 Cypher 里面。
在云来这么这一块 Become a hometown CSC Many enemies we all bike代表湖南 NextG喊高就高你不扣还喜欢看他们脸色变 off Why get it my 从你自主往后派电话上兄弟 call me Beast tech in your life 就算看到我的 A 他们从来都不信 Whoa 因为他们依然还要听 Word 老庄他需要的兵 Word 老庄的歌是你们听过的 your feedback 我听开和翻就是从一群脑瓜生的毕业说看现在湖南的显然太 low 你要告诉他你真有点爆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you say Move my city on the 喂屌的屌的屌的这段这个伴奏换的有点屌而他还能唱两句啊这个人挺全能的呀我操、哦、猛有点猛有点猛谁敢相信这是在抖音上直播推荐耳机的哥们儿 ？Razer 这一段太顶了，可以。这是什么诙谐出场？我要让新的长沙精神从马王堆复活给我听好气要但不心高是我练的心招再创新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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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能够成就，就比如说能够成就如今的 CSC 这样的关键的元素和人物都会摆到台面上来给大家看，这种其实是在国外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手段和行为了。 对这么来操作的话，其实我们还挺意外。如果说影视飓风以后就别去给什么 UP 主做改造了，他改造一下国内的 rapper 的 cypher 的改造好吧，把场景什么的搭建升级一下。我觉得这次他们这个画质上还有他们这个设置水平上边是比较在国内超前和领先的。是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意无意的会在自己的 verse 里边把方言和普通话结合起来用。西奥是全程用的这个湖南长沙的方言，然后呢其他的哥们儿们是一半普通话一半方言，这个就很有地域特色在里边。对，就是我作为一个听过之前一七年 Cypher 的，我就想看你们唱方言，我就想看你们用本地湖南的这个方言把这个 flavor 带出来。而且你们发现一个点，就是这次他们大量的使用了新的一些 beat，现在流行的 drill， 新的伴奏，对，啊，新的伴奏和 drill。然后这个挑战难度其实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这个行当里边出来音乐人来说，不是说挑战难度不小，而是说在驾驭这个 beat 的时候，你要放的劲儿必须得大。当然，我们也能记到里边有些哥们儿在用这些 beat 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声量上或者说这个气势上，可能没和 beat 贴那么齐。但其他的哥们儿像胖别或者说像，等一下，打断你一下，比如，在哪个 part 三个 part 里面哪个？在剩余后边接的哥们儿。他那稍微劲儿有点小，因为剩余起的太高了，没有发现剩余起来以后那个蹦蹦蹦上来啪啪来一段之后，他的劲儿就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声场或者说声压稍微降下来了，就感觉 B 好像把它给盖过去了。你们发现 Cypher 有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观众是怎么想的，听众怎么想的， Cypher 就是要狂呗。 Ranzer， 对，黄之一 Chris Silver， 他这个狂还是那种带这种 轻柔的这种慢点猛步条这种狂。然后还有一个谁，还有西奥，他的狂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不光是带着他的方言，本身这个长沙的湖南方言就有一个攻击力是在的，他一张口这了那了，啊，乡里别这种感觉出来了。然后很让我意外，好像盛宇没有方言，对，盛宇全程通篇用的都是普通话，通话，嗯，对，这个我还挺意外的，我还以为他会直接来一段方言给大家安排一段。而盛宇这个词儿有意思啊，直接这次来到了一个经典段落。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在今年的 Cypher 里面设置的比较巧妙的一这样的一个环节，没有通篇让所有的人都去用一个方言，因为大家对 CIC 这座城市的 Hip Hop 文化 Hip Hop 音乐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很多人在当年的那个黄金年代，他们可能大量的会去用方言去说唱。但是今年呢，不光打破了大家对 CIC 这些人只会玩崩拜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传统印象，同时呢他们还用这个普通话大面积的去覆盖了整首歌可能70%-60%的这样的一个段落，而且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是有互相的这个 backup 的，我用方言你唱普通话，对，啊，我带电你挂电，对，衔接起来。而且第二段是语义，哦呦，一别还是可以哦，一别这个 flavor， 我感觉每次我们看完 Cypher 之后，我们就想在里边去邀请一些或者说联系一些音乐人来我们节目上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他们在现场在表演自己个人作品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也挺期待看今天能不能把 Cypher 里边的哥们们都尽量叫齐啊，毕竟西奥好久也没有来了啊，胖别啊，盛宇啊，聪别啊都好久没有来过了啊，我们尽量给大家安排邀请一下。然后我最让我意外就是 Ranzer 出来那个，确实，我们两个人一致公认 Ranzer 在今年的这段 Cypher 里面封神，直接封神。Ranzer 太有意思了，你们谁能想到这是我平时刷抖音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给大家推荐啊，买这个耳机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个直播推荐耳机的哥们在 Cypher 里边是这样一个状态。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的现在的国内的 Hip Hop 的乐迷在听 Cypher 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大家肯定都更想去看到有 Ranzer 这样在一个既定的模板和套路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里面，能听到像 Ranzer 这样的人去玩更新更有花样更能够让你耳目一新的这种套路。而且有没有发现 Ranzer 的词写的也很有小心思在里边啊，有一些关键的词语用这个英文来去做了一些代替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倒回去翻一翻歌词，我们这边有 cue 到和配上相应的画面。然后呢还有的话，其实这次比较让我意外的就是聪别啊，聪别没唱歌，对，意外了。聪别不是还挺爱唱旋律的吗？然后聪别在 Cypher 里边直接一顿狂输出，开头就给安排了一下。但是聪别就是没有让我想象中那么有攻击力，这两年脾气又变好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吧？可能是。其实还好吧，我觉得 Cypher 这两年慢慢进化的不再像之前的那样，就是得我们十几个人围在一起，我们身后摆着 Lamborghini， 我们身后摆着大牛小牛撒钱各种各样。对，这次他们只有人。
极简风，对，就只有人极简风，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们也别来，你们就看好好看一下。而且他们这次穿着，说实话挺朴素的。对，而且这次没有那么 fancy 的。可以再 Q 一下他们在对这个 Cypher 的 MV 里面那个画面的那个设置也很有意思。你看，比如说，我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身后全部都是人。然后下一秒，在这个机械臂运动的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转场，转到只有我自己单人这样一个画面的感觉，就是从我一群人在一群人当中 Cypher， 然后再到下一个画面当中，我一个人站在这里 Cypher。罗宗汉，罗导。可以，罗导啊，罗导哈，罗导可以，明白了哈，罗导这次安排的还是比较靠谱的。咱们这个画面张力，其实在一个很素的背景下边能给出来这么大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不光归功于导演，而且在这个人员的配置上边，他们本身也是有自己这个气场能散发出来的。对，还有就是啊，梁孝生 Co731 啊，这几个哥们儿做 B。真的是这几次这个 B 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是是是是，三个 part 每一个部分的伴奏真的就非常抓耳，非常抓耳，从这个伴奏响起的第一秒就已经决定了今年的这个 Cypher 差不到哪去。这四个部分的伴奏真的各有特色，每一个部分真的都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可以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单独再拿出来大家再听一听聊一聊，对，有很多细节。甚至他这个 Cypher 都不用专门串成一首歌在平台上发，他四个 part 四个，对，四个 part 就是四首歌，四首歌，然后四个做成一个 EP 一发 CSC2023。 好，作业交完了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四个部分里面肯定他们应该都是经过了很精心很精心的编排，对，从每个人的音色，他自己有标志性的他的 flow 的唱段，然后把他们再搭配到一首歌里面，搭配到另外一个风格的伴奏里面，然后来看我们这一群人串成这一首这一个 part cypher， 我们这样听下来合不合适，就是他们今年的 cypher 就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每一个部分他们肯定都是有很精心的这样去编排过。因为 cypher 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我们乱七八糟，我们十几个人全把东西都交上去，然后听下来这一段上去了，这一段啪下来了，这一段又是带电的，这下一段又是狂说的。对，所以切成四个 part， 用四个不同的 B 来切换四个不同的风格，让更适合每个风格的人在合适的段落里边安排自己的位置，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办法，科学的行为。当然，这也不一定是一条金科玉律啊，这是适用于不同的厂牌和不同的团队。科学说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服装造型细节啊？就是只有 Ranzer 一个人穿了个带大绿色，其他人全是纯黑。所以人家玩的不一样嘛。所以玩不一样。Ranzer 这个造型出来，滑雪面具一套啊，这个小绿冲锋衣一上，直接给你安排明白白。就喜欢这样有反差的人啊，在 Cypher 的 MV 里面百分百输出，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狂卖耳机，他都不是卖耳机，他给人推荐耳机啊，我觉得这个耳机还不错，给大家推荐。但确实要 shout out to Ranzer， 我觉得这个 Ranzer 作为所有的。在这个平台上面有过直播的这个中文的 rapper 里面，你的画质确实是一顶一的。对，你的音质和画质是一顶一。果然你还是专业的啊！我们也希望 Ranzer 什么时候有空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想联系一下，邀请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什么耳机。对，好吧，这是我们 SoulSense TWS 电台这次对 CSC2023的 Cypher 的一个 reaction， 当然也是上边提出了一些我们个人的小见解，我们个人的一些粗犷的小理解啊。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在屏幕前的你们对 CSC Cypher 1到10分，就是听评会的态度，1到10分你打几分啊？你觉得好听在哪里？你觉得在你看来不足的地方又有哪些地方可以补起来？我们在看完之后，我们都一致的认为，从画面到创意，再到音乐到伴奏，再细致到每一个人的唱段，他自己所拿出来的这样的表现，真的今年的 Cypher 确实给了很多不一样的惊喜，尤其是也打破了很多之前我们对这个 CSC 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里面的 hip hop 的 crew 这样的一群人一些刻板的印象。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说傻哥不带新人呢，今年有很多新人呢，而且还有几个非常不错的了。怎么老感觉非得 Q 盛宇让大家带新人，那么多人就非得 Q 盛宇，你们也就是人家自己来上来就有人了呗。当然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我们 SoulSense TWS 电台只吃自家饭， SoulSense 自己推出的我们的新的这个舍利纹的短袖衬衫已经马上要上架到我们各个平台了，欢迎各位去搜索我们的 SoulSense 各大官方旗舰店，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点击链接，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跳转链接里边去购买我们的 SoulSense 短截袖版本的衬衫啊，这是一款舍利纹，这款呢是长袖的衬衫，是这个荆棘闪电纹啊，当然里边带了一些铁丝网的这个比较哥特的一些造型啊，字体也是按这个排布来去完成安排的。两款新品已经马上就要上架在我们各个平台了，欢迎各位支持我们。想看到更多音乐人来到我们现场，想看到更多的黑怕文化被我们传播，想见到我们为你们输出更有意思的内容，支持我们节目的同时一键三连，当然
记得在全平台去搜索 SoulSense 的官方店铺，同时呢也记得在全平台去搜索 SoulSense TWH SoulSense Tools with Hip Hop， 关注我们的账号。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呢，给我们一键三连，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Shout out to CSC 哦，下期见，拜拜 ，See you。